下日常忙碌的脚步，到冲绳县宫古岛的米拉帕姆民宿酒店度假吧。酒店于2019年9月开业，坐落于历史悠久的海滨村庄卡利马达，四周被棕榈树和琉球石灰岩环绕，高级海景花园，独栋式的民宿酒店。经过翻新和扩建，所有的房间焕然一新。四居室的超大空间设有2间浴室、2间洗手间，可同时容纳8人入住。厨房宽敞整洁，设备齐全，能在厨房里自己做饭。庭院内可以自主烧烤，提供免费私人停车位。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宫古岛最清澈的碧蓝海滩，傍晚可以欣赏到梦幻般的日落美景。到了夜晚，躺在吊船上仰望星空，舒适惬意，适合与家人朋友一起共同度过轻松愉悦的岛屿时光。可以租车自驾游，享受宫古岛的绝美风景，也可以适合长期度假。在这里忘掉城市中的嘈杂，仰望无尽的碧海蓝天，倾听海浪的声音，使身心得到愉悦。米拉帕姆期待您的到来。